今天吃一个三斤半的小青龙刺身。咱们先把这个肉给它拧开啊。哎呀妈呀，哇哇塞，哇，雪白雪白的肉。把虾线给它去一下啊。哎呀，给炖断了。开灶，这都处理干净了。这是啥？这是透明的。啊，这肉咋抠不出来呢？终于把它给抠出来了，你们看看这个肉为什么是散的？我今天买的这个，不会是个死龙虾吧？太美味了。